Vex IQ 台湾代表队出发了，总共要飞13个小时到休斯顿。抵达休斯顿，奈萨参观，来看看巨大的太空梭。抵达 Omni 饭店练习，提早一天去抢滩。哇，好漂亮，先拍个照。这边就是摊位入口，先逛逛 VOC 摊位，答题活动拿纪念品。先来做一件世界赛纪念 T 恤，下午继续和饭店练习机器人。比赛第一天入场报告，冲冲冲，往摊位前进。抵达摊位，开始布置。接下来去验机，遇到一个幽默的裁判。继续摊位布置，国旗挂好挂满。另一队验机怎么趴在地上看雷？摊位场地组装好了，开始练习。今年摊位小很多，场地很不好摆。有很多练习场地，不过排队一次半小时。第一天来跑 skill 刷成绩，刚刷完暂时世界第三，好开心。评审来摊位interview，好紧张。中午订外卖，草草解决。进场参加开幕式了。哇，这个场面也太震撼，好像演唱会呀。轮到我们国家出场了。怎么后面的在大喊三名无差？裁判一直来面试，感觉问得很仔细。第一天有两场团队赛要打，战斗。六点场地关门后，中国队来我们房间练习，一直练到天黑，还在练习。第二天门还没开就来报道，先来感谢赞助商。练习，练习，轻轻松松170分，太紧张了，那跳跳舞放松一下。继续刷 skill 成绩，再练习。遇到一队可以打同色相框的，哇，太神奇了！最后两队区冠军打进总决赛。这场队友失误了，可惜了。这场全部方块倒完，竟然没三层，错失冠军。最后拿下5项世界赛奖项。